本上你有跟他要房子吗？没有。像之前为什么会？可是你怎么好意思收第二栋房子？对，因为我第一栋是我住的那一栋是我前一个男朋友买给我的。对，所以那我在跟他交往了以后，那他就会觉得不要有前男友的回忆。对，所以他才这样子。对，就是这么好的男人。为什么你有这么多房子？为什么男生对你这么好？没有，我觉得有一个重点，他送到第几栋，你真的跟他那个洞怎么了？对，我们是有想过今年过年要去见他的父母。那等一下，我是说洞房，你们真的在一起？真的会撇开问题哦，你好厉害哦。对，是第几栋房子？对，哦，没有，我觉得希望是能够结婚呐。那等一下，我是说洞房，他就结婚就结婚的时候。我给你介绍，他基本上可能想等到结婚他才。那你一说你到现在还没到结婚呢？那个 Kipo 老师，你要按一下音响，骗笑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觉得我不相信。可是你都不会等一个骗笑骗笑骗阿米尔都会呢，他把整个王国都给他，跟人家怎样了？我也没有睡着呢，我还蛮晚的呢，我也守很久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守越久越好，啊，守得越久，领得越多。他的 mega 就是在于，好，我老公都说我娶到赚赚到，你是不知道。女生要有她的坚持跟矜持。对，好，那生活费她一个月给你多少钱？多少？哦，她像她现在，她已经全部把薪水都交给我了。她是上班族而已，她没有很有钱啊。他没有很有钱买三千，可是这些他刚说是老板呢，为什么现在变上班族？因为他是美商公司聘请来台湾的总经理，所以在台湾他是最大的总经理，他我们都叫他老板。他上面是美国公司的头这样子，对，很棒啊，这男生。那他会把所有薪水都交给我，让我打理。他薪水可以赚多少？他一个月月薪不方便透露他的税啦，他的税，他缴的税一年大概200-300万的税是缴给台湾。那这样是多少？千万呢，啊？他超过千万，千万，差了20%-30%嘛。哎呦，快超过千万。哇，你跟洪佩岑相提并论呢？哦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对，年薪千万呢。像我一个月给我父母10万块的生活费，给我的爷爷奶奶5万块，十万哎，好多。对，这只是一个心意啦，因为其实我父母也花不到那么多，但是真的只是一个心意。真的，那他都很 OK， 所以真的生女儿多好，对啊，真的，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会跟他结婚。谁敢说女生是赔钱货？试看看。对啊，时代已经变了。真的，我可以明天把我女儿送你家，你几天就可以帮她学吗？我想今天做这一集哈，我不是要鼓励大家，好像很豪奢啦，因为有些人并没有这个能力。对，我个人认为，我刚才在听你们故事的时候，我一方面在那边羡慕赞叹，亚美就没有那个能力。但是我就觉得说，你干嘛这样？亚美讲的是他没有交朋友，他都脱光了也都没有人要。对呀，我刚刚这个故事这么多，也没有一栋房子。你干嘛扯到亚美讲去啊？我想要学一点东西。我跟你讲一个最后的一个小故事，我来鼓励一下大家，到底怎么样才叫真爱？其实我认为不是送多少价值，而是你有多少，你送多少，你所有能够给。对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用最好的方式去爱你，找到真爱，真的好棒的，真棒。那最后可不可以跟我们讲祝福花的？Ending 喽。